对 Q 一集团，打端游打傻了吧，兄弟。是不是对泰坦的印象还留在辅助啊，老弟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泰坦打野是版本真神，知道吗？还一级学 Q， 一级团。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 Q 闪。哟，蓝 buff 拉脱了，老弟给我留的吗？我可不吃啊，你刷蛤蟆我刷蓝，谢谢你，谢谢好心人。哟，你感觉你打得过我？你还翻过来，你能弄死我？你感觉你打得过我吗？我打你终于两个人，几点下播？我刚开播，你问我几点下播？出个水银鞋就老实了，下赛季水银鞋削弱了呀，老弟。出嘛，下赛季我求你们都出水银鞋好吗？烂脸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，哟。下赛季再说，你能秒杀我吗？我溜了，哟，他来了，他真来了。哎呀，他急了，他急了。哎，有人急了。有人急了，有人吃不到蓝 buff 急了，那咋整啊？这种刺客在泰坦面前就是小卡拉尼，没有牌面。我让你刷我蓝 buff 了吗？难道我让你刷我蓝 buff 了吗？我热烈的吗？我让你来刷我蓝 buff 了吗？刷我蓝 buff 干嘛？就是说咱没有闪现咱还在这吃塔皮呢，老弟好吃吗？
准备小龙了。一级的男刀，直接动，站龙这边，你看谁敢过来？先给他甩个大刀，消耗他一下他血先。别急，腰子准备传大招，腰子准备传大，直接动，弄，磕他。那你刷野了吗？这野怪都是我的。都是我的。小小提莫还想跑，追他。提莫没闪现，准备直接弄他。刷野刷得很香嘛，老弟。如果突然出来一个泰坦呢，受得了吗？嘲讽他。哟，他不走巡防路，那就直接走。一平 A 直接砸死你，给你个眼吃一下，老弟，敢吃吗？手感这火热着呢。找一下男大的位置，秒一下这个小卡拉咪，小卡拉咪见了我就得走，咋整啊？敢不敢面对我，老弟？敢面对我吗？敢不敢直视我？我去啊！就这种刺客，在塔下都活不了，在泰坦面前。准备小龙，要不准备传大就行了。先动，你们先动着，你把这瓜皮抓一下。干嘛？嗯，
还想看一下小龙呢。谁吃我大招，谁又得给我死。你也不例外。直接大龙。什么叫做一套一个小朋友？打野他都不敢多看我一眼，因为多看我一眼就得爆炸，知道吧？钓个鱼，别着急，这个眼让他吃一下。我看谁敢摸这个眼？你们去正常对线，你们别蹲着。蹲也秒不了人，只有哥们蹲才可以。眼都不敢排，这边。射大招，一个大招，再见。点塔，点塔，点塔。别逼我秒你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一大招打死你！你跑得快，我跑得快，不要闪现。蘑菇有点烦了。喜欢弄蘑菇，两个技能，好吧，我的 E 没有中，也没有平 A， 两个技能死。看一下 Timo 的装备 ，Timo 也买上神装了。同装备下，你就是小老弟。大龙直接动，拼成没有数字画面。
挺爽的，对不对？吹的很爽。敢跳我弄死。